更大。百香果的 gelato， 今天要来染布啦，20-30分钟吧。时间到，要成熟一点吧。可以，还不错。这个新的拉链呢，也是蓝色的。在复制我最喜欢的上衣的纸型，与此同时的点心，哇哦，也长太高了吧，也超好了，感觉颜色可以再深一点，再给它2分钟好了。然后其实我在听新闻，就觉得自己多重刺激的状态下才能工作。当当当，耶，颜色还蛮好看的。我的纸型做完了，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前板、一个背板啊，跟一个袖子，在领口那边就自己再剪那个缎带就好了。来剪布吧。你有看过这个 sweet and spicy sriracha？ 这里好像卖比较便宜。刚从美超回来，看一下买了什么。2根香蕉 ，mascarpone， 要来做提拉米苏，无盐的奶油。对啊，它就是无盐的奶油咩？再来是 heavy cream， 2盒小番茄，1盒蓝莓。好的，就这样，谢谢大家。我的天，我刚甩太用力了。No， 刚画面一切都非常的唯美，结果就这样了。Oh no！ 应该有清干净了。好，一切恢复正常 ，Let's go！ 再一次。
好像很有样子哎。最终的成品感觉很棒哦。哇，都漏进去了。你的阿贝克干嘛给我这个，又不会热。很苦哦。哇，不够湿润耶，要再湿润一点。哎呦，还是太苦哦。跟前面几次比起来，那个甜度至少打折，打了两折吧。我有减糖，所以你觉得不对。你多减。不够甜，居然有不够甜的提拉米苏。今天就来爬个山。金的旺旺，一公斤十块钱，划算吧？12块的芋头酥哎。刚去爬山，然后去了附近的好市多，他们有比较多的华人的东西，我来看一下买了什么。哈根达斯大特价哎，买了第二箱了。奶油融化了，百香果的 gelato。就赶快冰起来了，这非常方便的，总共有10小盒比较健康的鸡胸肉，但是主打就是方便、快速，然后又高蛋白。樱桃买了一件短裤，鸡胸肉，还有这个气泡饮、气泡能量饮跟椰子水，今天真的超热的。最后就是这个特价的优格，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芋头酥。这个牌子我没有很熟悉耶 ，Madeline， 希望是好吃的。等一下要去找 Joanne 带几个给他吃吃看。刚听到拜登退选了，有点讶异。爬一个山回来，世界好像就不一样了。哇，这样的价格送到美国来，我觉得超划算的。希望是好吃的喽。哇，好香哦！哇，好软哦。好吃。哎，这个如果没有拿碗，会一口气吃完呀。这个多少啊？从这里出发，不知道。嗯，好适合夏天。OK， 我们楼上的心理居好像是会跳踢踏舞。你也知道美国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所以整个房子都在震动，而且非常的有节奏感。而且他一练就是练一两个小时，真的还蛮佩服他的毅力的。但整个房子都在摇。终于收集了一大袋的洛梨的皮跟籽，今天要来染布啦 ，Finally！ 不觉得很像豌豆吗？好，就是如果加入籽籽的话，颜色会比较重。如果只有皮的话，它会慢慢的从绿色转为有一点点粉橘色，但如果加了籽籽的话，会偏向粉红色，因为籽籽是里面有一些矿物质是红色的，铁质吗？不知道，乱讲。有一个草酸粽叶的那种感觉。先来拿一小块测试一下。有点担心它材质是不能吃颜料的，虽然它好像没有完全变成我想要那个粉红色，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所以我等一下应该会再让它滚一次，然后让它颜色变得比较深一点之后再拿下去一起煮，应该是熄火然后焖在里面，焖大概20-30分钟应该就可以了。应该就这样子让它静置个20-30分钟吧。时间到！哇，真的是淡淡的粉红色哎，好厉害哦！哦，有。
淡的粉红茶色，有点接近肤色了。又忘了带相机了，但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逛二手店。从 Trader Joe 回来，来看一下买了什么。意大利面酱，买了两个 kimbap， 现在暑假大学生都不带，所以还买得到货，不然之前都缺货了。两包水饺，他们都把它说是锅贴，但我们都把它用水煮来吃。买了小黄瓜跟小玉米，想说来做个盐水鸡。前几天看到九燕煮盐水鸡，觉得很好吃，所以想说我也来煮煮看。然后买了洋芋片，想说要给 Sam 一个小惊喜，希望他会因为这样子就扫除今天工作的疲惫。然后买了 heavy cream， 最后一个是巧克力豆，想说来做个巧克力面包。这样今天花了33块美金，跟我去二手店买的东西好像差不多价钱。刚刚没录到，真假的？哦，好，刚有录到，我刚吓到我自己。现在太饿了，一定要赶快马上开一包来吃。把我的 kimbap 吃完了，然后这是所有我今天买的东西，好像也才多少？好，33哎，跟 Trader Joe 买的价格是一样的。很多人都会在这的时候就马上拍一个我买了什么的内容，但是我觉得非常的不干净，所以我会先全部洗过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我买了什么，好开心啊！之前这边放了一大堆衣服，然后桌子是这样子摆的，然后现在我把它转90度变成到正面墙上，然后衣服全部收到床底下 again， 但是就有办法放这个九燕送的拼图了。挺好看的，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个，我没有特别去录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用了 Cricut 做了这个贴纸， Joanne 的版本也非常的可爱，这个设计它那个线条很细，所以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破损了，但还蛮好看的。谢谢 Joanne 送我的水壶， so cute。然后这是那一天我用洛梨染的蕾丝，感觉跟这个我要用的布料蛮近的，但是镜头上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比较，把它调亮一点看看，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这个比较淡，比较偏奶茶的颜色，很淡的奶茶色，然后这个比较像，这个比较像是我的肤色，然后这个是最靠近粉红色的。然后市场上买的这两个呢，感觉这个比较适合用，反正看到时候就是设计出来做花边需求，大概我还不知道怎么设计那个花边要怎么排，但是就是先这样子就已经算准备好了。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想要做一些比较亮的东西，可能珠啊什么的，还没有想清楚怎么用，太多东西想要做了。然后二手店买的衣服全部都洗干净了，首先就是这个帽子，这个草帽拿冷水洗一洗之后自然晾干，这样子我就可以保护我的耳朵跟我的头皮了，不然这里的太阳还蛮大的，会有头皮晒伤的风险，头皮晒伤的风险，还是要做一些基础保护。这个帽子唯一要修理的地方就是这个须须，可能就打个结，然后把下面的须须剪掉，用打火机烧一烧，烫一烫，应该就可以了吧。然后再来就是这件是深蓝色的，全部都是蕾丝的一个洋装，我是打算拿来做九一改造，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 project 排在它的前面，但是我希望就是拿这一个九一改造来当样板，让我在做了 hinga 的时候比较顺利，希望是可以尽快动工。下一件是这个，我自从改了另外
外一件就是墨绿色跟黑色的那一件之后，我就爱上了这个材质，真的超透气，还有点小洞洞的感觉，然后也非常有弹性，非常柔软。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看起来不要这么小朋友一点，可以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吧。还可以，还不错，就是有一种成熟没有这么无聊的一件上衣，松紧带的设计，就会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无聊，还蛮好看的耶，越看越顺眼的感觉。就是两只手的这个缝线有点掉了，花一点时间，应该5分钟10分钟就可以修完了。再来是这件，算是一个非常轻薄的针织衫，然后它是 extra large， 所以在我身上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就是我想要制造出的那个效果哟。胸口没有说太低，然后肩膀这边也没有太宽，腋下这边的长度我也觉得还不错，还刚好，然后长度宽松感都不错，可能塞一点点角落，哇哦，很春天的感觉，我觉得还可以哦，很舒服耶。然后再来就是这件，其实我很犹豫到底是要这一件还是绿色那一件，然后很后悔没有两件都拿。然后原因是就是旁边有一个应该是墨西哥裔的大姐吧，她的英文有点西语腔，她其实在我在那边比的时候她就有在旁边看了，然后我后来就是把它挂在车子上，然后她就是在我录完之后她就跑过来跟我讲说，这件很好看，她就担心说那个不是她的 size， 然后我就说那就比比看嘛，然后她就比了一下，就是觉得好像很喜欢，然后就一直说哦，好像很漂亮啊，我就说嗯，对啊，很漂亮啊，你要不要？然后就给他了，但有点后悔。但我最后有留这一件，就是有点像是去东南亚、越南、印度或者是泰国会有的那种大象的这种棉麻的透气的洋装，不是洋装，裙子、长裙。然后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标签，所以没有办法确定它的材质确实是什么，但我觉得应该是天然布料，而且是手工的，所以才没有那个工厂的标签，就这样，感觉是当地的人自己做的。因为我刚本来还想说这件裙子会很穿不下，结果就是还好，还不错。最近因为手臂的状况有好一点，所以我就想说要回去打网球，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网球裙就觉得非常适合，它里面就是已经有一个安全裤了，而且是我的 size， 我就想说很 OK， 就试穿起来感觉好像有点腰围有点大，打网球。再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快时尚的一些廉价品牌做的，因为它的车工非常的不精细，布料看起来摸起来也没有说特好，但是我就想说要给它一次机会，很喜欢它的颜色，然后也是一直以来很想要尝试的风格，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拿回去试穿看看吧。腰围超刚好的，但是它这个拉链这边的线有点松脱了，而且拉链很卡，所以如果我没有办法改善拉链的状态的话，我可能会直接缝一个新的拉链在这边。再来也是蓝色的，是一件非常贴身的短版上衣，感觉就很可爱，希望是合身的，我还没有试穿过，就还蛮可爱的啊，然后那个纸条纹什么的，虽然颜色蛮好看的，但是在腋下开口这里感觉有点奇怪，它的质量也算还好，好像也没有太让我觉得不舒服啦，背后看起来也非常的合身，然后它的长度也很刚好可以到我的裤头。然后再来这两件呢，我在那边比的时候就觉得很适合穿去游泳池，因为它一很宽松，然后二是全棉的，所以就是很透气，然后游泳池出来的那个水也可以马上吸干，不会有那种很湿然后又闷在里面的感觉。 OK， 这一件的颜色虽然很好看，但是它的领口真的很低，它已经完全露出我的运动内衣了，但是这个大袖子超舒服的，材质上也非常的轻，比刚刚那件还要再轻，摸起来没有刚刚那个舒服，感觉应该要花一点时间去改善这个领口太大的问题，之前已经做过一集类似的了，但或许可以做一个新的，然后用一个新的方法来改善这样的问题，还不错，我喜欢这种蛋糕裙，有两个，然后还蛮
飘逸的感觉。一个是有这种很像爆米花的那种不平衡的我在说什么，不均匀的隆起的这个材质，然后另外一个是有点像给婴儿用的那一种非常柔软的纯棉的那种材质的感觉。这应该是 Target 的牌子，然后另外这一件最近也是 Target 的牌子，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买的啊？最后一件这个是我在结账之前，我的前面那个人已经去就是去结账了，然后对我是第一个，所以我看到前面有人就是最后决定不买放回去的那个衣架上面有一件 hoodie， 然后虽然说这不是 hoodie 的季节，但是我一看到我的母校我就决定就买了，而且它上面就写着 alumni， 因为它是全新的，它的贴纸啊标签什么都还在。哇，太长了，咪咪太长了，爸爸妈妈咪咪。Thank you.